是群雄聚首。寡人需要一个能手握刀剑的人。我拿刀是想救人。苍茫浩瀚，英雄史诗。心中战争任务即将开始。继承斩铁剑的人，就应该去守护更多的人。最终能成就英雄的，是他的那颗心。这里看九州，铁甲依然在。浙江卫视周播剧场，6月3日起与你一起看《缥缈九州》。